这边他说，如果我的 y 是 x per x 加4，然后叫我 show that dy dx 会是这一个，然后我的 y 呢是 u over v 的 form，所以我的 dy dx 呢会是等于 vu prime x 加4 differentiate 上面减u v prime differentiate 下面 over x 加4的 square，所以它会变成 x 加4减 x 剩下4 per x 加4的 square，OK，所以这一个我们就 shown 了。然后过后呢，它在这一边题目要你找 integrate 2到3，16，然后 x 加4的 square dx 的时候，你的这一个你要把它变成它刚刚的这一个的 vector，就是说它其实是 integrate 2到34乘以4 over x 加4的 square 的 dx 这样，所以这一边我把我的4抽出来，然后我 integrate 2到3 4 over x 加4的 square dx 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这一个它 differentiate 是这一个嘛，所以同样的，这样我的这一个 y 是我的。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拿到什么呢？我拿到的就是我的 integral of 那一个4 over x 加4的 square dx，会是我把这一个就会变成它的 y，也就会变成 x over x 加4这样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4，然后 x over x 加4，x over x 加4。x over x 加4，然后2到3 dx，所以它会变成4，3 per 3加4减2 per 2加4整个，然后它会变成4 3 per 7减这个，刚刚这个是2嘛，2 per 6 OK，然后一个3 per 7减这个会变成八百二十一，OK，好，你这个来这个，你用计算机来按呐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重点是这一个东西，OK，这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？你其实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我的 dy，OK，这一边呢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的 dy 等于4 over x 加4的 square dx，我把这个反过去，然后后面我再 integrate 一 integrate，所以我这一边 integrate 它会变成 y，所以 y 等于 integrate 4 x 加4的 square dx 这样，OK，它就是这样来的。